阁主，只言姑娘今日从素山离开，打晕了一名弟子，出了千尘阁，不知去了何处。据那弟子说，只言姑娘临行前透露出想自己给她父亲报仇的意思。不过只言姑娘如今情绪过激，怕是……找人将她寻回。是。还有什么事？有一奇怪之事，那被打晕的弟子说好像看到两个纸烟姑娘，不过清醒后有些头疼，不敢断下结论。两个？原来阴曹地府长这样。什么阴曹地府啊？你是谁啊？你是谁？我不告诉你，你先说你是谁啊。好啊，你且听好。我姓陆，名琼，字招摇，就是见了陈继山万路门的 女魔头。对，我就是那个女魔头。啊，您不是已经死了吗？对啊，我不是已经死了吗？是谁？好痛啊！你为什么不打我呀？在镜里和你长得一样，难道在你眼中我跟你长得不一样？不一样，你的镜中是我的脸，可我看到的是你。我倒也好奇为何不一样。天哪，好可怕！这地儿居然还是个迷阵。我怎么又回来了？完了，我走不出去了。你过来。好妹妹，你怕什么？想要离开这区区迷阵，对我来说不算什么难题，我可以带你出去。不过在此之前，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可好？什么问题啊？第一，这是哪里？这是素山千尘阁。哦，千尘阁。第二，你要去哪？万路门。
哦，你这一身宗门之气分明是宗门里出来的，可你却说要去我万路门，这是为何？宗门难修，我要变强，然后报仇。报仇？你要报什么仇？剑心门柳薇杀了我爹，我要替我爹报仇，然后杀了柳薇。柳薇啊，那巧了，我也要回万路门，我可以带你出宿山迷阵，顺道送你去万路门，如何？你这么好，我心善啊。可是传闻能信吗？传闻去万路门的都是极恶之徒，现在你也要去万路门了，你也觉得自己是恶徒吗？我好像也是啊，而且你和传闻中的也不太一样啊。那是美还是丑啊？是美。废话，我可是个好人。那个女魔头，我好奇你为什么会在宿山迷阵里面啊？不知道。那这宿山迷阵离千城阁那么近，我大伯父知道你在这里吗？不知道。那为什么老受伤？走了那么久了，这看起来怎么和刚才走的地方没什么两样啊？我们是不是又走回去了？在你眼里一样，在我眼里可不一样。真的出来了，这迷阵是麻烦，没个门主的修为自是出不来。不过我是谁？小姑娘，你应该庆幸自己抱上了一条大腿。纸烟姑娘，你竟然出来了！纸烟姑娘，你且随我回去吧。我不回去，你们既然没有人相信我，我就自己给我爹报仇。怎么有两个纸烟姑娘？哎呀，你别怪我啊，别怪我，我一定要走。废什么话？趁没人发现之前，赶紧走，免生事端。哦，门主，近日在江湖上，有一群自称新山的草莽，活动十分猖獗。三番五次与我万路门弟子发生冲突，我想应该尽早除之，以护我万路之威名。门主，子玉以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上上之策，如果能令其自行屈服于我万路门，才能护我万路威名。哼哼，好笑，不战而屈人之兵。林卫长，你说的倒是容易，难不成派一群女子给他们吹吹枕边风，令其致昏不成？北山主这些年东征西战，劳苦功高，难道谈到智取之策，只有送去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吗？
林卫长真是好口舌呀，那就请林卫长亲自去一趟，谈谈屈服之事吧。好了，新山在哪儿？门主是谁？门主是个提大刀的粗犷汉子，门徒都管他叫秃鹰，剑门在风魔山。风魔山附近？是。那便容不得他。属下愿请。属下在。三日之内清此门派，逃离者放，顽抗者诛。属下领命。门主，属下不明白，这些年门主的行事作风都不像先门主般狠辣，这次如果能使他们屈服于我们，虽然会多花些时日，但也不用缴清门派，门主为何？风魔山附近不得有人乱其安宁。半路门的人来了，送死。你是何人？你爷爷。女魔头，你说你现在要回万路门，你回去干什么呀？我回我的门派，你说我干什么？你要回去当门主？可是万路门现在已是厉晨岚做门主了呀。哦，原来他叫厉晨岚啊。啊，没错，魔王之子嘛，当时姓厉。你说你要回到万路门当门主，万一厉晨岚不同意怎么办呢？不同意？不同意我就杀了，把我的东西都抢回来。好妹妹，姐姐有事问你。你说。我五年未出山，不太清楚江湖形势，你且与我仔细说说，而今这江湖上万路门是什么路数？万路门？万路门可是很厉害的呀，如今差不多要统一江湖了吧？那厉晨岚是风光正盛。风光正盛？好一个风光正盛。那你可知道如今万路门管事的有哪些？管事的？有一个卫长，暗罗卫长叫林子玉，这几年暗罗卫队挺风光的，好多事情都是厉晨岚派他们去做的。林子玉，暗罗卫都是死忠于我的人，他好本事啊，还能留下来供自己操纵。我那东南西北四个山主呢？我
就听大家提北山主袁杰比较多，其他几个山主好像江湖没有人提过了。袁杰，山主，何事如此气愤？这个李晨岚太不把老夫放在眼里了，想方设法压制我北山势力。这些年来，李晨岚用心扶持自己的势力，咱们万路门也被他换了不少血了。我一直让他，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赢回仙门主。可是现在剑中已经挖空，赢回仙门主已是无望。万路门再也不是过去的万路门，我再也不会对他隐忍了。山主，李晨岚，你要为你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现在给你个活命的机会，愿意做我的手下我就饶了你，不愿意就得死。要杀要剐。万鲁门的人果然跟传言一样，都忠心得很啊。剩下的人不如玩个游戏吧。我这儿的规矩很简单，今天在这牢里的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至于怎么出来全凭各自本事咯。够公平吧？回去告诉李晨岚，我江武现在是新山门主，在不久的将来我就是万路门门主。阿武，咱们现在这样挑衅万路门恐怕不太好吧？无妨，我要的就是嚣张。戴上。哦，对，我们俩在外人眼里看起来是一样的。哎，不过为什么不是你戴啊？我戴。沉寂山下原来不过就是一个破村子，什么时候变成这么热闹的镇子？哎，瞧一瞧，看一看啊，顺安镇首屈一指的白羽台客栈啊，顺安镇沙镇首选体验客栈。看一看啊，哎，二位姑娘，您住店吗？咱白羽台客栈可是沉寂山独此一家，哎，是真正有万路门前白羽台坐地基所建成的。这室内啊宽敞干净，这室外啊是环境优美，是这。你说什么？宽敞干净。前一句是真正用白玉台做地基。你说你们盖房子用白玉台做地基？是啊。不可能，胡闹，荒唐。真的，姑娘，哎，
姑娘，姑娘，别的不敢说啊，我们这家客栈的地基，真是厉门主送我们的，姑娘，童叟无欺呀、啊！牛魔头，牛魔头，你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我当主万路门时，为了显得咱们万路门特有气派，花了那么多功夫，挖了那么大块白玉做法阵台，砍了那么大一颗阴沉木做机关阵，更是在沉寂山门前布下千阵险关，枪阵、剑阵、邪火灼烧酷寒冰地，擅闯者不是死就是生不如死。我费尽心思把沉寂山打造成令人闻风丧胆的现实地狱，现在居然有人告诉我，我的白玉台被人拿去做客栈地基了。南来的北往的客官注意了啊，过了这个镇就没有这个口福了。正宗用沉寂山山门前阴沉木做朱雀养出来的猪肉，招牌菜品大刀肉啊，包你吃完第一口就想吃第二口，不吃完一头猪啊你们都不肯走啊。哎，牛魔头，你先别生气，别生气，我过去了解一下。再看啊，别生气。哎，客官您里边请，里边请。哎，姑娘。小二，请问你们的猪是怎么养的？我们的肉那都是用沉寂山山门前阴沉木改成的猪圈养出来的。我跟你说啊，那肉肉质酥嫩，入口弹牙有嚼劲儿，包您吃完第一盘想吃第二盘。哎，姑娘您进去尝一口您就知道了。哎，那立门主亲自下令改的嘛。你相信我，您进去尝一口，我们那肉啊真的是特别好吃啊。哎，姑娘，哎，牛魔头，您别走啊。哎，姑娘绝对童叟无欺啊。这些都什么？菜地啊！我要的是菜地吗？我要凶神恶煞、恶名远扬，一看就要让人战栗发抖、推打颤的阵法呀！如今哪还有什么凶神恶煞、恶名远扬啊？万路门的李门主把山脚的地给我们种，吃饱穿暖最实在。原来的白玉台阴沉木的都是虚头巴脑的玩意儿。女魔头你怎么了？我要缓缓，我有点想回冰窟窿里躺着去。你看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呀，这景色多美呀，而且大家都是一副安居乐业的样子。李陈兰，夺门之仇，改造之罪，不共戴天。我一定要让你到真地狱，来给我跪着认错。门主身体不适吗？无妨，有何事？回门主，鲁刚一行前去剿灭新山门徒，至今未归，比预计归来的时间晚了许多。有意外？尚未查明，但属下以为当多派人手前去查探。嗯，让阿大带人去调查，有需要便支援。是。鲁兄，禀门主，属下赶到时，新山门主已经遇害。鲁大哥，鲁刚死状惨烈，像是同一人所为。确实是同一人所为。门主如何？
门主，那个江武实在猖狂，属下请命前去剿灭。他猖狂，一定有他的理由。先别着急动他，去查这个人的来历，若背后有其他势力，一并挖出来。是。都下去吧。下去。是。江湖腥风何时停？周瑶，太平盛世何其难成。哎，女魔头，这个不是陈继深的正门吧？我们要去哪儿啊？北山主院落。北山主元杰吗？听说他最恨我们宗门的人了，如果他见到我，他一定会杀了我的。别吵，别怂，跟着我，保你不死。站住！来者何人？去告诉元杰，门主来了，让他出来迎接。哟，门主在哪儿呢？让他出来我瞧瞧。你这小姑娘张口便让北山主前来迎接，好大的排场。你可以不认识我，也可以嘲笑我，只是你要知道，在万路门中办事就怕办错事，你不长眼睛，后果可能就是没眼睛了。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去告诉他来接我。少糊弄人，我们现在进去通报才是可笑。滚开，滚！对，赶紧滚！女魔头，我们走吧。哼，听见没有？赶紧给我滚开！再打扰大爷清静，小心你的脑袋！哼，我看你这脑袋留着也没用。哎，臭丫头，真当大爷我治不了你啊？我当是多厉害的臭丫头，竟如此不堪一击，还敢叫嚣让北山主前来迎接。女魔头，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魔头。我的功法，幸好今天北山主没在，懒得杀你，今日我等便算给你个教训，快滚。石岩，苍岭哥哥，剑心门的人抓住他，走。他们没敢再追了，芷烟，你可上前安好。你救错人了，芷烟。我知道，你还在误会我爹，你还在生我的气，但我来救你，是真心实意的想救你。这万路门是什么地方？你怎敢只身一人到这里来？你真的救错人了。没错，我要救的就是你。前尘阁的人说你要报仇，我一猜你就会到这儿来。我今天不仅要救你走，我还要和你一起去找到你爹，救出你爹。我真的好烦，我说了我不是就不是。
哎呀，怎么办呢？哎呀，禁地闯入生人，要是被门主发现的话，咱们都得去山门前种地去。门主，参见门主。参见门主。有人擅闯禁地？是，是。为何不就地击杀？因为门主之前嘱咐过，不得胡乱杀人。他处自是不可，但擅闯禁地者，莫论因果，杀。是，属下知道了。处理完此事，自去惩戒堂领罚。谢门主。子瑜姐，要不你再说一遍，你是怎么出来的？我有一人能活着出牢笼，属下杀出来的。万路门规，杀同门者当如何？会长饶命啊！我实在是逼不得已。既然门主都没说，规矩就是规矩。来人！在。会长饶命啊！会长，禁地传来消息，有人私闯禁地。走。就这一个人吗？闭门主，方才还有一个女的在马上，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想必一定是走了吧。派人去搜。是门主。把他拖下去，关进地牢。是门主。快一点啊，拖走拖走拖走。怎么走路的呀？大白天就往人身上撞，这么大个人了，被撞一下又能怎样？我还没说你挡我路呢。行了，回七指地，买卖不等人。七指地，哎，那是干什么的？七指地呀，就是个集市，卖些世间少有的药丸而已，比如说托梦用的入梦丹，还有回元丹。回元？回什么元啊？就是回复元气，让人在短时间内把功法恢复到最佳状态。短时间恢复功法。老板一看他就穷，别跟他浪费口舌了。走。穷？我陆朝阳会穷？这什么鬼地方？我怎么丑八怪！来得及了，忘了给你摘几颗青果。衣冠冢立了五年，我却没敢来一次。赵瑶，你可怨我？哼，好小子，还给我立了个碑，
还是无字的，连天上天下威武无敌至上至尊万路门大魔头陆昭瑶这几个字你都不刻。现在的万路门我帮你打理得很好。好，照你这么说我还要谢你害我杀我夺我位了？有万钧剑在手，我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力量。你这小丑八怪，亏我以前还救你。万路门如今广纳天下逍遥客，莫不是你还想一统江湖，登上至尊之位？那本来是我的位置。你想要的我都在慢慢帮你实现。是啊，我想要的都被你抢走了。可惜你看不到了。你还想让我亲眼看见？昭瑶。好，你还敢叫我的名字，我看你是想让我跟你拼命。我脸上青痕是消失了，可现在竟然比丑的时候还可怕千万倍。